一张张照片记录社会变迁，一个个女人的身影转瞬即逝。这些都是香港国际摄影节主题展明日你想点的作品。12个女性艺术家利用不同的媒介探究科技怎样影响当代人对影像的看法。其中一个就采用光绘重塑元朗港头村昔日景象。咁呢一幅叫紅花啦，咁我係利用光繪咧 drawing 去畫翻我童年見過嘅影像，不過依家已經起咗樓，變咗個地盤，消失咗。咁我就希望用呢、這個光呢個方法，可以又營造到嗰個立體嘅效果，重塑翻以前細個見嘅影像咁樣咯。主辦者期望參觀者能夠從作品反思現今社會。我哋會唔會係睇嘅時候有冇啲對一啲即係觀看嘅角度會唔會有一啲轉變咧？特別係一啲社會啊，或者係一個女性嘅問題啊，因為時代真係唔同咗嚇。咁我哋嘅即係參與嘅世界，我哋嘅生活喺呢個咁樣嘅虛擬嘅世界，或者數碼世界，或者甚至網絡嘅世界，已經係一個另一個世界嚟噶啦。咁樣展覽聽日起喺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至9月26號。